是汤马斯的大便哦，好像很臭哎、欸。我把他的车头不见了。汤马斯的车头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在哪里拿的？妈妈吃完就是那战斗陀螺那边。嗯。妈妈，你看过一个战斗陀螺是新的。好，那你继续战斗吧。我看过一个摩托，我看过一个战斗陀螺是迷失神枪。它最强，都是白色的。迷失神枪最强的。对。我看那个给妈妈，不能小乖，赶快战斗。要。你要轻轻的哈。哎、欸。喂。这样会坏掉。No。哦，小乖，这样不可以玩的哦。不可以这样，妈妈这样。那你为什么要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不可以这样，这个不是冰淇淋，不是这样。好，你拉，用你这只手不用来了，你拉就好了，你拉。啊、在偷笑什么、啊？这个我也不要玩了。他只是轻轻的在喊掉而已啊。嗯、好拉，拉就好了，你手那那边不要拉，对拉。哇，又掉下去。哦。他只是轻轻锁一下，这样。对，他只是给他扣住而已，这样才有办法。来，你这只手不要拉，拉，拉，快一点。哦。小乖太小了，这战斗陀螺最起码四岁在玩的。四岁吗？其实他是写六岁以上。小乖讲话小心。哇，乖，这里后面你小乖，你后面还有积木哎，那个积木会粘住哎，你看，小乖那个，哦，小乖的战斗陀螺在转呢。嗯，哦呦，还会这样转哦。有很漂亮吗？哎呦，它怎么会歪来歪去啊？哎，看着好专心呢、啊。哦，阿伯读册不知道叫林金文，啊。哦，小乖看着，哎呦，会一直转圈圈。小乖，它有还在转吗？哦、好厉害哇，你的还在转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磁铁会粘住哎、欸。那个积木怎么会粘住啊？积木全部都忘记了。怎么会粘住？这个不是战斗陀螺。不行哦，你要玩积木就玩积木，要玩战斗陀螺，还是要玩战斗？好，玩战斗陀螺。又要玩战斗陀螺。妈妈要给你拉，你拉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就。那个是佩佩猪哦。佩佩猪怎么卡住了？来，小乖拉。那乔治呢？哇，跑出去了。哇，小乖的怎么跑到外面去？小乖，你的怎么跑在外面？嗯。再一次啊，好不好？小乖的在外面旋转。但是要在里面旋转才有赢耶！小乖，你不知道玩这个，你要去哪里了？哦，要关掉了，因为小乖不玩了。来啦！拉，我等一下。佩佩，你看，我们家也有啊，对啊，哇，一个都找到了。来，拉。哦，我撞到旁边了，出车祸了。哦哦，小乖咳嗽了。乖乖。乖乖。乖乖。哇！哇！怎么爆裂啦？妈妈把这个拔掉，乖乖把这个拔掉，你们。不要拔掉就坏掉了、啊，你改天就不可以看到它站在这里了。哦，这样子就好了，不要拔掉。不要拔掉。对呀。对。这一台很帅的啊。对。它是赛车呢，黑色的，蝙蝠侠。也是。